搞这个门啊，先看自己啊，他先去国考的自己先来，点解给你买嘛，对吧？今仔唔是大日啦，明仔才有嘛。因为拜了第四呢吼。对啊。应该第四咯。我唔才跟你讲，应该啊，咱昨我看伊墙上的我嘛是差200块啦。假日敢唔是假日啦？啊，所以我唔才讲你若是要去迄个绿岛，应该嘛是差200。行较无位啊，啊无门要来，咱也无钉啊，啊临时咧，啊你平常时咱能钉。人诶，台中县慈上乡，台中诶，对，台中县慈上乡仁爱路195号。3分钟就到。哦，好像呢，这边。伊都讲。放在这边。差不多啊。3分钟。哈，差不多。伊墙上有照片，我看啦，彩色的，伊都砌起来，伊都黄色、红色、白色。安尼厝哦。嘿啦，啊像安尼啦，像安尼啦，安尼啦。哦。啊，安头前迄间啦。啊。这旧的，搁变过遐，遐有迄有设置的。伊讲你拄仔来，应该有看过。我无对调来，咱两边，咱变对调来。那我自己调啦。三分钟两分吗？啊，一间是，伊讲一间较小啦，一间是，迄个车站火车站边啊。啊，唔知这间较小啊，迄间较小我是唔知。伊讲你爱甲问我。啊，火车站应该是较贵。哎，伊讲迄阮新妇咧经营的，我唔知影。你田啊，离较远应该是较小啦。啊，小贵应该差不偌济啦。哦，扁石头的，紧急调度的，掉头的。